你要拉上面，你走一下，那到底怎么了？不是，我这样也是可以啦。好啊，你破解他的拉法，看来你破解只会拉行李箱。如果这样拉，应该我不知道，但他怎么整个看起来歪歪？对啊，我怎么看起来都歪啊？歪一边。他某一个轮胎是已经陷下去了，是不是？那你再拖一次。怎么感觉他的？他有在动吗？有啊。有啊，很正常啊。他只是少了一个圈圈而已。他只是看起来不正常而已。你要把那个圈圈装回去吗？来啊。所以它是前面两个轮子怪怪的，是不是？来把圈圈装回去。不用，你把所有圈圈拔下来，可能就好了。超好笑。来呀、啊，我们来装圈圈。